亲爱的，哎呀，真漂亮今天。这是我朋友开的店，里头随便选。看着还不错。不过今天我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亲爱的门。亲爱的门，走吧。我。这些衣服你们必须重新弄，必须的，赶紧的，麻溜的。成。杨柳是感情分析师，我之前的对象都是他给搅和黄的。啊，那咱们怎么办？不过他特别认可你，他说像我这种活泼可爱的女生就一定要找一个像你这样成熟稳重的老公。哎呦，真的。就好比是西班牙斗牛吧，即使是能驯服，那也会受伤，两败俱伤。对，谁是牛啊？他是。哦，他呀。门儿。有道理。当，最值得一提的是我最爱的小冰冰，他人如其名，就像冰一样的冷。一点笑模样都没有，你就这么往他身上一摸呀，都动手，还摸呢？我们在一起，一坐就是好几天，四目相望，最后我是被他眼睛里的那团火给融化了。小冰冰告诉我，他说女人一定要瘦，瘦才是王道，要瘦成一道闪电，那才是最美的。他真的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亲爱的，你们一坐就坐上好几天，然后还把你融化了，这，好可惜啊！只能是精神上的交流。哎，亲爱的，那要不然呢？老公，我是爱你的。嘿，真的假的？我真的很幸运，可以收获她们三个闺蜜。谁说闺蜜之间就一定不能是异性啊？我们是最好的见证。老公，你祝福我们吧，祝福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哦，对了，咱们买房子啊，一定要买四居室，他们仨人一人住一屋，咱们两个人住一屋，就这么定了。走吧。我亲爱的们的伴郎服就交给你们了。哎哎。